伊的上头啊，伊是有色人种，伊要竞选的是伊的祖族，伊讲要进步啊，都爱改变。大家唔知有看到伊的做迄个竞选的时阵的场面啊无？哪有看到足清楚，足侪人伫遐咧画啥，欠欠欠有无？直直画，所以这点啊，咱即马是毋是我爱欠字？大家责任足大咧呢？哪要进步，拢是落在大家的身上。大家较打拼的，咱我甲奥巴马同款，讲爱甲联邦政府甲赶出去，请安尼好阿莫。啊，感谢啦吼。啊，秘书长来阁讲一个。李总统有啊无？啊，甘乃迪总统，伊啊，必须得甲咱讲，你替迄个甘乃迪总统竞选的时讲，你讲大家啦吼，咱人民啦吼，替政府做啥物？好，伊啊，有安讲啊吼。大家为政府做什么？啊，现在我就要问大家啊，咱格言甲进所为台湾民政府做什么？好。啊，大家去思考啦吼，因为这就是要甲大家讲，世界上。真济高人，咱爱去了解伊，爱去因的著作是啥物。所以，我要甲大家讲，咱的宗祠伫在来看卖咧，咱的宗祠，予大家知影一下，是这个啦，这是咱的宗祠啦。咱的格言，咱的进所，你要定公共政策的时，啊，是咧编预算的时，拢爱想到咱的宗旨。咱的宗旨是为一切百姓设想。安尼，大家有清楚啊？无啊？安尼来只。艰苦三天，大家一定有价值的。啊，这就是咱的希望。啊，好啦，因为时间上我足宝贵的，啊，咱开场白啦吼，甲大家讲一下。啊，来，咱即马来看咱啊，要甲大家讨论的啦，啊，探讨的啊。咱是要讲一个公共啊政策啦，啊个啊按照这个程序啊来甲大家啊介绍。啊，当然有诶讲诶，啊，阮咧考试啊，要到底是要考啥物？我甲你说讲，我本身是高等考试甲普通考试。管理啊，成本管理会计的审查的委员，这所以我咧考试咧审查，就是讲这个题目对还是错，爱审查，啊，因为唔是咧考卷
秀了，滚秀秘书长都会说啊，对后面哦，啊到底错啊，对后是错啊，我们国家考试不可以这样的，前面对后面也对，没有说前面对啊后面错的啊，这个题目不可以出，一出会被人家攻击啊，所以大家考试就很轻松了啊，读下来很顺的就是对了嘛。哦，啊，这个就是这样哈，啊，就是告诉给大家一个观念哦，大家放轻松啊，上两次的啊一言全部欧趴了。啊，但是第一就要做笔记，吼、哦，啊，大家笔记，啊，好啊，咱买了啊，真侪时间伫这个所在吼，咱今晚要甲大家讲，什么叫做公共政策？啊，这是政府决策部门伫这个特定时间咯、哦，这拢有时间吼、哦。啊、来解决公共问题所采取的方案。下面叫做公共啊问题，咱大家爱了解。下面叫做公共问题，实际上，咱大家后摆拢是政策的制定者。啊，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啦，咱就爱。要想讲公共问题是虾米？现在咱去想看卖，社会上需要虾米？人民需要虾米？我是我的感觉，迄是我的感觉吼。李登辉总统做13年，哎，无虾米改变啊。啊，过来可能因为依靠包袱啦。伊讲，哎、欸，啊，总统是我给恁做的啊，啊，伊要推啊，要改变较困难，哎、欸，阿边啊，伊讲，哎、欸，我是民选的啊，我要改变，啊，伊要改变要什么改变？伊的改变啊，户政事务所，大家唔知道有这个感觉啊无？咱较早。去领一个户口填本，走两三撮啦，啊无就啊伫啊那间菜市场的啦。唔知我就是有感受到啊，那菜市场的去要户政事务所吼，啊那要领一个填本都，吼、哦，诶、欸，佫爱去等伊那，吼、哦，但是来，吼、哦，有一个你。爱国载伊来去，啊，若无载伊来，啊，就爱国登个走去提伊啦。唔是新闻证就会杀你啊，啊，签名也袂杀你呢。哦，类似安尼啦吼，我讲啊，户政事务所改了安怎？伊阵阿边啊讲，哎、欸，公务人员是公仆，你不可以早下班啊，上班时间阿边去查询我。第二次选汽车路线是安怎？在公务人员都不改变嘛，所以伫台北选汽车路线啊，公务人员讲十几啊，因个家属加起来，我看看十外万人啊，所以遐拢唔同意啊，讲诶、欸、以前啊4点啊就会使出去外口。啊，买物件，买啊，5点啊，下班啊，才赶回去。诶、欸，啊，别人讲要查询啦，查讲诶、欸，啊，这个人怎会带？吼、哦，啊个很认真去做这件事。啊，现在公务人员大家都讨厌了。哦，啊，但是他对人民有没有帮助？的确。啊，的确，人民啊需要的要去改变啊，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了。我们接掌以后，
也要改变。那你现在分派在哪一个部门单位，你要去思考了。第一个，秘书长有开出来的支票是不是您这个部门要做的？如果你是这个部门的阁员，你要去想办法以后要怎么做，先去把它弄好。要不然到时候你推行不力下台，我这样说就是我要验证巴掌溪事件，大家不知道，知道不知道？阿扁当总统的时候，巴掌溪忽然涨水了，在三个在溪里面工作的人，在那边呼喊要来救，都不动了，消防队的各单位什么都不动了。几分钟以后啦，差不多可能有一二十分钟，那就把那三个人就怎么样冲走了。阿扁是人民所选的，这个是人民要政府来做的，没有做。尤锡坤自己下台，去想一想，这个流亡政府有一位官员为政策下台吗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安尼你去想就知啊，差哈济。啊，如果我们自己执政，你是负责这个部门的阁员，秘书长开出来支票没有办法执行，拜托下台。啊，大家不敢打破了，你们可能是在赖。是下台，啊不啊，再改变，所以家己回去爱去考虑啊。恁大家拢有责任吗？你是多一部门的阁员，我们先去了解秘书长开出来的政策是哪项，写一写，从哪里要开始，要去收集，要去了解。不会的没有关系，秘书长说找资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都会请一些教授来这边上课，就是以后也拜托他们提供我们一些资讯，一些观念，一些看法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公共政策应当全部都了解了。接下来，因为公共政策啦，就是管理这个社会的公共事务啦。公共事务是什么？它是在解决人民，满足人民的需求。个促进社会的福祉，保障国家安全。流亡政府有啊无？没有嘛，他连这个都做不到，因为他们要怎么样？说大船离港了啦。丁福聪在美国两年，摸得很清楚啊。回来，
他的理论说大船离港，安尼大家有听无？后来过来，政策的类型，吼、哦，这个政策吼、哦，大概吼、哦，刚咱分了四个形态啦。啊，咱我用啊、一些例子啊来说明吼、哦。啊，即卖来讲，就是分配性的政策，分配性的分配。啊，这就是啊，分配吼、哦、不同的人啦、啊，吼、哦。不同的人，他的承担啊义务啦，或是他的利益啦，那这个社会救济啊，社会救济啊，啊，我举几个国家，德国学会不要钱，连大学里面都不要啊，我们的政策有没有？没有。大家去思考哦，恁阿伯恁做国王，所以哦，真正阿伯你着家己做无到，你着爱家己转去啊。所以大家爱认真去了解我们的政策是什么，我们的政策出生以后到大学都是。来指导啊，政府机构啊，那么或标的人啊，我们的人口从事某些行动处理啊，各种不同利益的政策。咱这里要简单的例来提一个，咱汽油、油品。咱原则拢中油独占嘛，啊，即马讲加一项啥？台塑嘛吼，台塑佮成立一个新公司，按哪来？若捌去外国的人，去予朋友载，讲要带你去台佚佗，讲啊，咱来啊要处理以前油箱加满，去到路口的时啊，讲遐牌价偌济？那边牌价偌济，啊，就找一间迄个油价较低。咱遮一间独占，伊要起价就起价，落价就落价。两间啊，那同款，有改变无？无改变。啊，中油讲要起价，哦，啊，即马台塑这边讲啊，过几点钟后，因才要过起价，啊，所以。这就是啥？这就是啊，管制性的不合理的地方啦，拢同款。哎，啊，搁咱大家有诶唔知影呢，讲油电双涨，吼、哦，啊个一般中小老啊，一般的老百姓要用的啊、哦，瓦斯嘛，瓦斯是。哪一个单位在供应的？拢是啊，退伍会啊，国民党相关企业在做。啊，这就是啥？是啊，管制性的，实际上这个都要去打破。哦，啊，当然他退休的将领。啊，一个月还可以拿到他们啊，400啊，年薪400多万，
哦，啊，类似直直起价啦，无咧管理老百姓安那咧花。会记你想看卖？阿扁啊，总统的时，讲油电动涨，有啊无？安尼恁大家想看卖就知影，差哈济。咱一定爱改变，咱一定爱予人民感受得到。过来，啊，重分配啦，重分配啦，大部分咱即马讲啊，一般所说的啦，啊，叫富人税，所得超过啊1000万的都缴税。啊，台积电的董事长张忠谋出来喊说，这个是啊很正常的啊，所得多的多缴一点税啊，这个。啊，真的台积电啊，我认为还不错了哈，他有这个观念哈，这个就重复过来啊，自我管制的政策啊，咱来用例子啦，自我管制的政策啦，我简单讲，英国会计师考试，它不是国家办的，它是会计师工会自己办考试。自己发证照啊，你要职业考过了，你拿那个证照来登记参加他们的会员。南非也是一样，有的先进国家政府尽量不要管，由他们的工会啊来管。啊，有一个地方，巴西的会计师啊，不要考试了。会计系毕业的，就是会计师。所以，很多欧美地区的啊会计师到巴西以后了，看到说不要考试，他们都回去了，不愿意在不要考试的地方。啊，这个就是告诉大家啊，巴西是给学校认定，你是化工系毕业的，你开化工厂必须要有一个化工的啊人员，啊，如果是你是化工系毕业的，啊，你就可以应聘，他们国家一定也有这个证照，你必须。要是啊，该大学科系毕业的就是认证，啊，这个就是自我管制的，哦，这个和大家怎样子都好。啊，过来，这个结构哈，我们要告诉啊大家了，就政策上的结果啦，都是由上层的指导下层的，下层的。不得违反上层的，在这个是这种情况了，啊，一般都是这样。啊，下层的也可以反映啊，不是不可以做决策，您可以去反映上去。等一下，我们那个结构啊，我们来这个政策要来编制的时候了，啊的一个啊编制的方式。那么在这里面啊，我们这个就啊，大家看一看了、啊。当然，我们要了解从计划啦、实施方案啦，啊，也就是政策再来做计划啊，这些都是要来达到目标啊，行动的啊。再来就是啊，实施方案啊，我就过去了。我们这个就很重要了，跟大家也有密切关系。但是这个是专门学问啊，我也没有办法全部都搞清楚啊啊！大家为什么哎啊？我有人讲哎，你是教授啦，你要啊没有搞清楚哎？教授是专门某一个行里面，我本身是什么？成本管理、会计，这个是我的专业。
啊，这些企业、政府都可以拿来利用，都可以，一定脱离不了。以后都变成要经营一个国家，也像是经营一个啊公司一样。很多世界上的国家都去找世界上著名的总经理去负责他们国家的啊，等于是请一个总理啊，是某一个公司的董事长，类似这样的啊，很多哈、哦，慢慢会就是跟一个国家是一样的，要经营一个国家也是相同的啊。来看我们这个是需求认定，从需求认定啊到啊我们建议形成啊，然后政策采纳，这个都有一个啊情形啊，再来政策执行，再来啊政策评估。那我们再绕回来啊，绕回来看确定啊，这样的话啊，确定可行啊，这几项啦，大家没有关系，能够了解啊，说不定你会某两项，那也很不错啊，因为这些都可以找智囊团来啊帮忙。还有一点就是说啊，很多事情你是一个决策人员，有人反映了说啊人民的声音，说要做什么做什么啊，他们也告诉你说怎么做怎么做啊。如果你是一个决策者，接到这个信息以后，你是不是按照他告诉你怎么做你就去做，对不对啊？大家要去思考，一定把它做成怎么样啊，做成这种程序，把它做成这种程序啊，多绕一下可行不可行啊，来再来推行啊，这个是给大家啊要了解的哈啊。那我们啊再来要进到第二个部分啊，我们再看第二个部分来了。因为外面找两位啊专家啊都来跟我们讲过了啊，昨天也有一位嘛哈啊，今天我们赖校长也来跟大家讲了。那哎，我所准备的啊 PowerPoint 跟他们没有冲突啊，大家可以把他们的跟我的合并一起来看一看啊，这样也不错。那所以现在要先了解一下啊，我们什么叫做啊财政预算。那财政预算里面呢、啊、我们可以说是年度期间的税入跟税出的啊预测、计划、控制的管理工具，它是一个做一个管理工具啊，是什么？用货币的赤字来量化表达。赖校长说赤字会说话，有没有？那他讲得很好，他两个赤字放在那边，哎，再加什么上去啊，就很清楚了啊。事实上这个就是用什么，这个预算是用货币的赤字来表达出来的。再来，我们政府机构依据政策的编内，政策的编内要经过啊国会啊，这个就是
啊，我们叫做啊意愿啊，啊意愿。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国家，那你说您不是国家，我们不能成为国家，那你为什么要用国会？那我们可能就会改为议院，这所谓会议的啊院来里面，我们有参议院，有众议院，有议院啊来审议，通过以后交由政府机关来执行，可以加强政府机构财务管理的监督能力啊，使政府的财政透明化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如果很多事情没有透明化的话啦，就会问题会出来比较多啊。如果透明化以后啦，那可能按照适当的程序，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的看出来。那了解这些以后呢，我们再来提这个啊新加坡的例给大家看啊。这个新加坡预算案呢、啊，受惠的群体啊就是家庭，它有这么多的啊好处。那这个就是我为什么去把新加坡的抓出来给大家看，主要就是说以后我们的政策的模仿一定要去找先进国家啊，找先进国家跟我们比较相似的啊，我们要怎么来做啊。这个只是一个给大家有一个观念性的，以后你要来去解决问题的时候都上网啊，所以上网很重要。那这样给同学啊知道一下，现在来介绍了，介绍何谓税出，什么叫做税出哦。政府机关会计年度内啊来推行各项政务的一切支出啊，我们称为啊税出预算。那么这里面要注意哦，它是不包含什么啊，如果有包含，如果是非选择题他说啊何谓啊税出啊，税出啦啊就是什么，是推行各项政府一切的支出计划啊，包含债务偿还，那这样的话就不对哦。我这样的话就大家要，所以说这个问题要给大家知道啊。可能啊那个赖校长说不定也有给大家的那个啊这个支出项目的一些，看我们流亡政府所编的那个表格。那么所谓啊税出啦就有这几项，只有这几项啊，这个给大家啊知道就好了啊。以后我们要怎么来改，怎么来做，那再进一步啊，再进一步来改来做啊。再来税入，税入是什么哦，我们啊政府会计年度内啊为了支应上项支出啊计划，那么啊我们来筹措的收入啊税入的预算，但不包括什么债务的几啊几届及以前年度的怎么样啊盈啊盈余啊，这个就说余则啊就是不包含在这里面的余用，不包含。那这里面呢、啊、税入了现在流亡政府之内的这几项
啊，我在这个地方讲，以后啦，我们尽量不要有罚款收入，用鞭刑就好了。现在的警察单位为什么要开红单？每个单位的主管都准备分钱啊，啊，所以这种对人民观感怎么样？绝对不好嘛。所以这个罚款的收入啊，这一项啊，应当用鞭刑的。啊，补充一下，在欧洲有一个国家，一个市长开战车，有一部啊高级啊就是辫子的车子停在有一点点超过那个红线。哦，啊，这个市长开战车超过红线的部分，就把他给告过去了。这个就是有钱人嘛，有钱人你来罚单啊，他不怕啊，我停在红线，你来罚钱啊。好，你停红线，市长那个市长就尽责了，火大了，开战车就把他压过去。人家是这样，他要不要要不要罚款啊？啊，不要嘛，等于是鞭刑嘛。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哦，世界上真的是啊有这样做。这个报道有没有人有看过？有看过举手一下。哦，还不少嘛哈，谢谢谢谢。所以我们讲话都要有依据的，啊，我不能在这边讲讲说，哎，啊，教授啊，你讲的都是吹干转破了了，啊，都是要有依据，因为我上研究所的课，我都希望我的研究生都带笔电来，因为我讲什么，你马上上网嘛，马上嘛，这个是要慢慢养成这种啊习惯哈，啊，再来，因为他们有的都没有谈到了啊，两位外聘的都没有谈到那个预算是怎么来的，严格了，在这些都是先进国家了啊。我们来看啊，英国啊，英国啊，在他是最早就创立了啊，他啊，你也就政府各项支出了。要事先做计划啊，经过他们有上院有下院啊，那么才可以执行啊，使这个啊财务资金的使用啊，那么受到啊议院的监督啊，议院的监督啊，尽守也要有尽里面的啊议会来监督啊，这一点。啊，美国在1800年的时候就有财政部要向国会报告啊财政收支。在这个地方啊，1909年里面啊，美国政府啦、啊、建立了联邦预算制度。所以我们流亡政府在立法院有一个预算中心啦、啊。有一个预算中心的，啊，流亡政府，啊，所以他们，啊，美国也这样做，啊，所以说，啊，再来，啊，美国在也国会通过了，有一个叫做预算审计法案，所以以后我们是不是也要有这个法案的，啊，推出哦，啊，正式啦，那么。规定了，那么总统每年要向国会提出预算报告。这个奥巴马
也出了问题，大家知道不知道？奥巴马国会不通过，所以他不是重要的单位，发不出薪饷。这个报道大家知道吗？也差不多一年多前嘛，哈，几个半年初是不是？年初的时候啊，可能是有，年底年初的时候有发生这个事情，所以他们的那个什么啊，公园啊，啊，图书馆啊，都关门了。哦，这个是给大家了解一下哈，真的是先进国家，我们要去啊去了解的做法。再来预算啊，财政预算的编制，这一点啊，要大家知道，以后你这个单位、这个部门要编预算的时候啦，一定要参考我们台湾民政府预算编制依据什么？台湾啊。民政府参议院通过的《台湾公民权利法案》29条的规定，啊，这一点呢、啊，我要补充的，因为这个是经过美国来来回回三次才通过的，啊，这个叫做台湾啊。人民啊，权啊，公民权利啊，法案，这个法案啊，一定大家都要看。初级班大家都有发一本嘛，有没有？啊，有没有看？感谢哈，真的有看的话，真的是很感谢，因为有的就带回去就收起来了。29条特别规定，因为我们要写现在正要台湾基本法，台湾基本法里面有关编预算跟审计啊那一章，我看了一下都找不到了，找不到这些了，我的感觉很奇怪。啊，我也特别花了，他们很认真，都在开会，都在明定。我还去要一本，每个委员啊花一本《台湾啊公民权利法案》给他们看。啊，不晓得出来出稿没有？所以这一点哦。我要拜托大家哈，因为这个是美国，我咱无遐搞，那叫咱参议院当时要成立，当时要成立一个啊公民权利法案，里面要特别讲到以后权责机关编预算的时候，一定要根据。这边来的，大家回去都没有看呢，所以出来找不到啊。所以这一点哈、哦，你们以后要编的话哈、哦，如果按照我们按照啊，这个已经呢、啊、参议院通过了，你可以说以前的通过的案子，现在再来再通过再把它改掉吗？一定要法源一定要有啊连续性，我们这个是长远的啊，不能说现在这个总统上来了，下面这个总统来，以前都不算，可以不可以啊？不可以的嘛，所以这一点一定要大家记住，我们啊在参议院里面一定会遵守的，好、哦。来来去去，美国看过了，
啊，已经三次了，啊，我们自己在定的，在新的，啊，也没有不见了，哦，所以说，啊，拜托大家哈，这一定要，他这边有三点的记录，这个主要是在什么？是在防止，主要是在防止什么呀？行政单位，啊，有预算了。乱搞了，就是像什么，像文字馆一样。宋楚瑜说要五毛给一块，有没有？啊，你这个不定下来，那到时候真的是行政单位有了预算乱搞，他预算也不按照这个来审，随便编了。我们这个一定都有规矩的。我们一定要算出什么一本笔啊，这个小于一本笔的不得排列下去，预算就不能排下去。第二个规定，有的说啊，一本笔有的是政策啊，这个全部都是啊为人民，好像我们都免费啊上到啊，这个要算啊，一本笔很难算，那可以的，在总体啊整体效益的总额多少？百分之多少？30%，记得哈、哦，还可以在什么？国务院得2年要可以调整一次，不是要把。行政单位的手绑起来，不是也给你们，就是说我们原来定是30%，你们如果说刚刚啊秘书长开出来的很多政策要完成啊，可能是达到40%、50%了啊，这个都可以讨论的，但是他现在定出来是第一年、第二年是30%，要不然那个是摆第二年啊，啊，第三年来做，很重要，很重要啊！啊，再来啊，再来就看到这边啊所说的啦，我们啊这个是啊以国家共同利益为重啊，不以私用以第一项啊，那么我们刚才。所讲的啦，就是这个项啊项目啊，这个大家看，这个原则是这样，原则是这样的话哈，这个也很简单，不要大家说看到成本、看到数字就头痛了。这个就是利益，就是啊，你看这个是一个效啊，这个益等于是利益啦，产生以后的。收益啦，效率啦，啊，这边是成本啦，成本就是钱嘛，啊，把利益也化成钱嘛，啊，他们如果效益五，成本也是五，那这样是不是一本比等于一？啊，等于一的话，大于一的话就可以排上去了嘛，但是按照高低排列，好、哦，这个啊。一啊，我们效益要大于成本啊，就一本比大于一，我们才可以啊，再列下来啊，我们作为列下来，这个就是要大于一啊。我们在这边啊说明了，那么一本比啊越大，那么我们表示了施政效益越高。那我们越有值得去啊实行的，故作为计划优先顺序的标准，也就排预算的标准了。啊，当然这个图给大家看啊，大家也是母傻傻，一定是看的母傻傻啊，因为你不是工科的，你不是学啊数学的，或是更深入一点啊啊。啊经济分析里面啊，啊你就看到会，啊，这里面就第一个现象都是正数的，
第二个现象就有复式了啊，这边都是复式，这边也都复式，哦啊，这个当然时间已经超过了。这边有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啊，大家去扣回去。我现在啊，因为这个啊，这几个正像这个我们不讲，我们再讲这个例子了。这个例子啊，可以把这个例子扣回去，您就政策要定的时候，就一个是有啊正向的收入跟负向的啊部分，把它找出来。它这个例子就是说，啊，我们要在中兴新村啊建一个高铁，那么新干线啊每天有20万人啊通车，那按照这些所要花的成本跟节省的时间啊，还有一个啊空屋啊的成本，这些啊给大家去看啊，这里有投入的，有支出的。我想这个例子啦，啊，你真的有财会背景的，有财经背景的，有统计还有工程背景的，都可以啊拿回去啊，真正深入以后，对你在做规划的时候很有帮助。因为时间上的因素了啊，因为等一下我隔壁还有课了啊，我们这个也给大家看看了，就是说这个是中央意识表格哈啊，大家也可以刻回去看啊，这些大家参考就好了。啊，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地方啊，感谢各位。